护卫人员不足，避难所有遭奈币入侵的危险。上空出现奈币，请死守避难所入口。啊，现在要叫我去那个广场，我只剩一半嘞，大哥啊。哦，最多哎。怪兽哎。一同战斗。现在你就想要跟我一同战斗。就算还很痛，我原来我们有队员了，我三好呢，八嘎不挑眼。你要先攻击飞行型奈币，大王我也想啊，我快挂了。哦，我又是一尾活龙。北斗飞冲拳，现在都一直在地面的，你帮我打啊！啊，我挂了。哎、欸，啊，我们是不是是他妈到底有没有队友啊？哎、欸，干、啊、你老师，那到底有没有队友啊？从头打，别打！我还有这一次，我血量没多。刚刚那个地方多烂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他就吃一堆伤害。
攻击的那个频率变得好夸张啊，其实还蛮低的。DLC 怎么都在打架，好累啊。嗯，还好好，第一次参加实战辛苦了，让你得到这样优秀战役，对我们 Jellyfish 好像是莫大喜悦。平常谢谢你们，并没有感谢对我们而言最大的鼓舞。那军中新政权这么反感的人，既然如此，为了维护治安局遵守任务，还好我们现在正准备重要作战，希望下次务必参加，这是展现优秀时。嘿嘿嘿。海黄蜂号真正的名字是什么？我有点想知道，也没有必要知道，也没有意义。但我在 Jellyfish 里面就是海黄蜂号，你把真名当作真名就够了。还叫 Unica， 司令。从小就处于这种特殊环境，也没有联系相仿的朋友，这在人类成长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。海黄蜂号今后与海猫号切磋琢磨，互相协助，以特务队的中枢身份，让我以你为傲。尤尼卡吗？这名字还蛮可爱的。好、哦，游戏规则。此时的我觉得自己对一年来持续保护城市的 Jellyfish 欠下人情，并下定决心要还完这些人情，却不知晓无意间与他们产生的摩擦。摩擦，摩擦。Montos de Dominicam， 这边看起来是一个入口。可以马上再衔接那个、欸，衔接下章哎、欸，很好。勇气幻想，重力教主，我变重力教主了，来把我重力升满。我格斗能力还没满，其实哎。没有、欸，格斗能力 也可以全满，所以我不想升。重力能力也满，必杀技也满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必杀技还没满。这个就剩那个了，把这三个点满先。我都点这么高了，打起架来其实还是蛮辛苦。America， 我看一下，18、19、21，剩四张主线 ，DLC 剩一张，把 DLC 破完了。这样明天应该就可以把这游戏破了。这是惹人怜爱的角色，好可爱。海豹号，伊尤利斯的指示前来报道。
最早以前像你说明 ，Jellyfish 接受政府的秘密指示，直接在那个侏儒作战，大量捕捉作战。其实作战只是，然后说上次传令你说的作战，这是作战内容吗？还有，本作战最高机密，请勿随口说出前月的发言。啊、哦，罗德奈密都透的密用法是最高机密。为了城市居民，当然还好是负责保护本界。你不但迟到，还要用那种语气对司令说话，对不起司令啊！嘿嘿。军队偏下，勇气幻想。等一下，玩个游戏啊。进入戒备状态。哎，对对对嘛，对嘛，对呗，对嘛，对嘛，啊！死掉，干！我看他叫的这么惨烈啊，突然就掉下去了，觉得特别好笑。不好了，消 Fish One 的通讯中断。禁止擅自救援突击舰，最重要的是捕捉作战。捕捉作战，本作战绝对不能错失这个好机会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执行这个作战。无法接受，这命令再重复一次，禁止单独行动。我要去救他，慢着，海豹。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受了点擦伤，波加冲击让机关都损毁了，无法阻止重力与能量外漏。待会千万不要再作为使用重力操作，引起高度密度的传音会否引发爆炸？不能使用重力来战斗。禁止使用重力操作。踹他屁股，那人形怪，超好笑。干，好屁呀、啊！哇！掉下去。飞踢之后，觉得自己很无力。约利克与舰队会合，我们必须为了尤利司令执行作战。嘿，帕德美多，我们 Jellyfish 誓死要遵从尤利指挥官的命令。通讯，大量耐币，异常活性化，快捕捉，启动捕捉机。因暴走导致无法控制，捕捉机正在精神速度消耗重力能量，这样下去连航行用的重力能量也被耗尽。什么？
我知道 Snake 本次发生火灾，收到紧急通知，虽然大量代币要求 JDB 出动救援。司令，捕捉计划启动，助端只能暂停，也因此黄蜂还黄蜂号。现在我们最优先的任务是恢复治安。啊，去保护他们！啊，尽是一群废物，什么都要我自己来。飞到怪地方 ，CYGNES0621， 谢谢六六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肉的。卡布基莫诺，基莫诺，看，我觉得这种剧情最靠北，什么都必须要玩家自己来。弱者在那里，就是避免持久力下降之力，努力灭火，用重力抓取丢向火灾发生的地点吧。敌人的数量有点多啊。交了，靠腰他妈跑去打人了，超靠北。哔哔哔哔哔哔。啊，本舰火灾仍未平息。嗯，迸发传不完。不过不要说什么军人还是一般人，这种弱弱势对我来说没关系，我一定会保护大家的。我跟加摩尔一样哎。啊，我要怎么救啊？干！啊，又出现这种弱势，真的很靠北。人事火灾地点。是啊，城市火灾地点。啊，我要他妈去哪边他妈的支援？我没有看到位置。妈的，他妈这种垃圾又在搞我，搞我！这水塔有没有搞什么？水塔有搞头，妈讲是这样讲，那、啊、我要去哪边找那些水塔之类的？汽油桶，拿汽油桶去砸它，应该也可以，也可以灭火。这个怎么打嘞？战舰那边还有两个，可是他这边已经没有那个了。本舰发生新火灾，可是这边已经没有那个了，救火器。我也没有看到他妈的水塔，人家破啦！情况危急。嘣！这个真的要是他妈理解这个地方到底怎么杀才行。
哇，从这边开始哦。这关最高。在哪里啊？找水塔大作战。干我的妈哦！水塔，我的水塔。本舰发生新火灾，二啊，他妈还会新火灾？我的水塔，他妈就蹦攀上去。看一下水塔，这是水塔。又发生新火灾呢！妈，这个剑到底是哪里来的？太烂了吧！又发生新火灾，我还把他妈城市火灾地点交掉算了，我气死。一个水塔在哪里？水塔。
我的水塔，这个算不算？干！我要去哪里找水塔？水塔，靠北，阿妈怎么没有水塔了？他、啊、没有水塔怎么玩？他、啊、那里有水塔。啊，火灾还有哪里啊？看不到啊。关这么紧急，结果也看不到那个火灾位置。干你老啊妈的火灾嘞！啊这边就长这样子了，就找不到那个火灾。好戏啊，毁了火灾。哇，这还不重啊！我有点想放弃。等下一轮，不能够重来。气死呢！那还会歪呢？击败烂光卡，然后最后的最后还给我搞这一套。应该要拿着那个，那叫什么？水塔直接他妈撞到那个火灾的位置上面，它就有意义。这关还叫勇气幻想，把你妈逼干！祖先都不会比这个高，这超靠北。我们最后就是最后一个 DLC 吧，要把那个可玩性大幅提升，就是搞你。有没有？你跟我说这是良好设计。
做这种你一定要跳起来打的，然后旁边你他妈一定会掉下去。快点啦，快点啦！我这是在烂船呢、欸。标记就是那个各个东西的位置，不然真的是找不到。用脸去贴它比较快。要帮船灭。用贴，有了吧？我全都洗了，这样没问题了。现在就赖皮有什么不做作战，根本就乱来的计划。喵！好，终于他妈可以报一箭之仇。
干嘛啦？战逃啦！没看过这么低能的。还有谁？哦，大只佬。大只佬。啊，大只佬一直丢了屎出来。用丢的，然后为什么无视我命令？刚才说过，请你这次又回，我们这种任务应该负起生命的，居然来居然去了，有理吗？真的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吗？你赵姐说过是谁要守卫游历的命令，不尊重自己性命的，你真能尊重他人性命啊？我总觉得你的想法不对，大家是心甘情愿的吗？不管将四人赶紧加任务中要遵守命令，嘿嘿。对你们作风没辙，总觉得我不能接受特务队的做法。比起命令，眼前该做的事情才最重要。对不起，我要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这个城市。等下我要从海湾号面对凯特。海湾号想逃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叫凯特啊，有尤尼卡这名字。现在是这样，我叫你尤尼卡。我变成逃兵，我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这个城市了。再会吧，赶快跑！明智的选择，这整队都是废物。再会了，废物号。是我成为海猫号的军中生活的到此而已啊！过度遵从军人的纪律，毫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在我眼中，他们行为已经超脱了人类的常理。当时离开杰利菲奇的我，完全没想到有一天必须与尤利以及尤尼卡一战，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。差不多了吧？我把该破都破完了，变成了黑骑萨威的守护者。后来是点不满了。来，1、2、3、4。6个没跑完，也不是很想打，麻烦死了。哎。力跟重力能量回复时间，那样点完之后就不知道点什么了。其实，其他都觉得还好。重力滑梯已经没什么在用了。梯级好像也没有必要点满，我觉得还好。闪避动作还强一点。Red Bruce， 18张啊。Tom Belicha， 请问你在做什么呢？啊，不是重力公主吗？重力公主一年前叫那重力公主凯特，哎呀，原来阿德罗也是其中之一。等把工作用的道具弄掉了，可以帮我妈妈就要下去。行李箱，我政府的研究所工作，刚上任，很有意见。我原来可怕真的变得日子过得跟地狱一样。我去就来。咦，干嘛不想请一只鱼？左抱拳，右抱拳。阿德罗随传随到。越冒的人越危险。那头也一个我不抽的烟，一发好多年。他一直在身边哦。
欸，奇怪，到底在哪里啊？得救了，靠重力工具才行。我们捡个行李罢了，可以帮你测量装置范围之类的。就是那个耐币，其实这次任务开始，是所有耐币出没，总是检测到重力场的数值异常。Yes， 可怕丧尸的命令，来传授我们耐币出没地方。你说不会，你这样叫一个人调查，被耐币要掉，我会死的。嘿嘿，所以安全工具我愿意帮忙哦，但我超体贴，我是重力公主。四个，啊！哔哔哔哔哔！妈的，我像炸弹一样，太恐怖了！啊靠呀！这边一发有点快。得赶快放好装置，这装置哎，掉了，干哦，还有很多备用品，不错嘛。我刚才踩在那个阿德罗身上哎，好，再下去拿。这一场仗不用准备。看啊，我一来又这边妈又一堆怪。都不用打怪，好爽。那对不起，下一件事好像忘了按下刚刚开关，是我粗心大意了。虎头蛇尾，真太糟糕，太糟糕了！我现在就去按，啊，那还要回去帮他按。
干，又是海胆怪。海胆怪七。所以狗吃屎。破晓说：“按下那个按钮，好像奈比就出现了啊！猜对不对？我忘记告诉你了，会发微弱重力场，会把奈比吸引过来。哦，错字，打太累了，嘿嘿嘿，是这样的问题吗？新版本才安全的破，一个人调查的命令，的确是很过分嘞。然后对我比领导，你不太理性，只有一个研究者，这么健忘不要紧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要是如果被他们放弃，一定马上开始马上睡洞穴，前途灰暗。”被使唤了，拜托他做任何事都会完全帮你做到的重力公主，就是那种你知道跪下来请他跟你打炮，他就会答应的那种。好呀，太多了吧，你快点屁，看得我好晕啊，他怎么他妈又来这只虫？刚想说差不多了，又来这一只鸟屎。
ます。哇，气死啊！阿奈装置，阿罗德该不会请放心，这只是布朗品，完美结束了，就在客人公司所致。这样我就让装置自爆，请稍等。哈哈，你们刺激到奈币，可怕！上次叫人好好说善话，然后妈全部做完了，全部他妈弄一弄，又全部爆炸，是一个白痴哎、欸。件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事情啊！对了，我忘记我传下来，结果如果迟到，一传一天毫不留情开走不理不等我。最后请了，你们报告我得到这些人，来帮把他带到他妈塔顶上面。妈又要把他冲下去，没高那么低呢。还要帮你看几点？谢谢你，都会动力工的帮主才得以不被开除，然后他被开除也无所谓了，太低了。嘿嘿嘿，好，这样先通过再说。有诈，那很久了，阿德罗。非常抱歉，市长，我的主要动力有下去一趟。你不要绝望，身为研究者，今天还最强。其实我是想亲眼见识见识传说中的动力公主才是我的唯一。真是不假，那个小姑娘和猫子妈妈说，动力值远远超出计策界限。只要使用那力量，量产十维持动力问题就能够轻易解决。至少该有效活用动力公主力量。对了，还亏模拟计划的状况怎么样？歼灭奈币更高境界的基石。新市长德内利加揭示了维持坚强军事力维持和平的政策，掌握了城市的实权。他的行事方针改变了城里的生活，扭曲了人们的神圣。而且当时的我深信的阿德罗是一位研究者，连市长的企图是针对自己而来的事实都不认。我觉得超累的，对吧？是吧，这样子。如果你也累，我们先回家好好休息。变成红与漆黑的豹女。下一关是反波，19/21了，快破完了这游戏。好啦，没办法了，已经3:18了，我想休息了。然后去记录，然后去写啊，然后明天就把它破了。
耶，而且全服装取得，想穿哪件就穿哪件，穿哪件才好呢？都很好。哎，下一个任务就在这里。确认的稀有品种代币哦，三个异次元再去一次，各一只人，管他的，剧情破完就破完了。啊，救命无双，挑战的女王，弟弟皇后。哦，这样一看就发现这个游戏的白金并没有难到说很靠北。因为我们大爷会去拼白金，重力的多谢。反正我很懒，我剧情看完就不玩了。好的，到这边，明天就把它破了。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再见。